我已经活着从那里出来了。没必要以身份为耻，躲藏于人群。我想要的只是复活他。一个新的世界，我会在这里等你。把真相还给历史，这是我的使命。现在，有请十号选手向前一步。让我们恭喜他荣获了本次 Watson Prize 设计师大赛的冠军。他，决赛记得走到刚刚的位置停下。彩排完成。啊，没问题了，回去准备。恭喜你进入。还是没来。哎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连你夺冠后的文章标。那当然。哎呀，相信就连我的魔鬼主编，说到主编，差大概定了五个人。哎，那位曾经，我是有听。昨天听你在咳嗽打喷嚏。你就是高成，请问你有没有事？你好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那我们先过去。时尚不是为了统一审美，每个人。我的发卡怎么不见了？天哪，我的戒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姓名？我叫 Cindy， 我的耳环是吧？还有我丢了一个绿宝石的发，我的珍珠戒指也不见了。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了解，我的同事刚才调取了监控。怎么会？不过这边监控，所以希望各位能再回。
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麻烦你具体描述一下。优化。好的，我们会跟，但毕竟现场人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你们年轻又有天分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？哭什么？如果不想前功尽弃，就该只会自怜自艾的人。我可以帮大家去哪？我早就想改。你们说的对。你的设计灵感是星空吗？对不起，胸针是代表最，但其实北极星没有这么亮的。我比较喜欢听。你要跑哪儿去？怎么不说话？那你跑什么？转过来，要我帮你转。这就对了。这是你丢的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怀疑是我偷的？那你猜？手伸出，拿好。小偷藏在这里的，你不是丢了胸针吗？找到了。你认识我？啊，紫光鸟的羽毛。跟你一样。我已经报警了。什么声音？看来不仅胆子不客气。哦，
来得正好。您好，请问一杯美式，一杯拿铁。陆先生，没错，不要否认，也不要回头，外面的人正在看你。烟灰色。你刚才说的烟灰色，所以，那你觉得？好，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别再说谢谢了。好的。
了。